倒也那么慢哈。嗯，稍微慢，速度没跳，你不过质量倒是，倒不过样式啊。嗯，那还挺好。倒是挺好看，嗯、啊。这个是小白的。那底面的那个也是毛花，嗯，这个也很，这个很好看。嗯，这个细，这个图案大，对，图案大的话，那边前面大嘛。这个有点颤的感觉，还好了，这个手这一边还好了。主要是你竖着下来，这个在颤抖，对，有点颤抖，这个是长嘛，还是有点像。这个三刷跟五刷打的效果还不错。你不会说是三刷，就是五刷的。对，你得给他擦眼看。对啊。我就说咱们自己看也看差不多。对。嗯。拍完了。刚才相机不行，放那。俺昨天直接把手机相机直接就摔没了。啊，这相机头摔了。啊，相机摔没了。怎么摔的？脚痛，脚痛啥？脚痛这里。